台千百米沙沙虎女銀袋準備第二三馬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保羅成全啦，埋邊仲有九五赤兔啊，響外邊安請啦，同埋呢只知足常樂啊，第五位啦，埋邊位置黃衫當年情啦，粉紅衫、粉紅帽、粉紅眼罩，咁啊見到呢只咧就閃星輝煌嚟噶，響外邊咧仲有呢只智取神驅咧，亦都響外邊啊慢慢上咗少少啊。咁再後面嘅話啦，黑衫內蘭位置啊更斗雲啦，黃衫淺藍帽大至尊啊，響外邊咧就係嗰只美麗銅響啦，話你知。暫時響尾子嘅位置啊，暫時包咗落尾係標誌五支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千二米段處咯，保羅成全就放頭嘅，咁啊知足常樂就第二位啦，當年情響第三喎，第四位智取神驅啦，第五位紅衫咧仲有安晴啊，內欄第六咧仲有呢只嘅九五赤兔啊，閃星輝煌咁啊粉紅衫、粉紅眼罩嗰匹啦，咁啊亦都慢慢跟住個第七、第六七位到啦，內欄位置仲有筋斗雲啊，咁啊後邊嗰六匹馬啦，咁啊大至尊、黃衫淺藍帽響尾六啊，後邊五隻多巴先生、美麗同享安宇啊，尾依位置話你知啊，咁啊暫時包咗落尾咧係標誌五支嚟噶。好啦，入彎咯，前面咧智取神驅中間透出啊，埋邊啊保羅成全啊，第三位知足常樂攞出去噶啦，響埋邊位置當年情亦都博位啊，再見到揈出嚟中檔上嘅馬咧，有呢只就安晴啊，中外檔追筋斗雲、閃星輝煌大外檔啊，大至尊嚟噶。好啦，仲有三百零米啦，咁啊知足常樂鬥緊安晴啊，埋邊偷位上嚟有當年情啊，中間係閃星輝煌啊，最出係嗰只大至尊啊，最後百零米安晴走甩咗一個身位啦，埋邊係當年情一路上緊嚟，中間有知足常樂同埋閃星輝煌接近中間，安晴贏出呢場沙沙虎女銀袋啊，跑第二名，埋邊係當年情啊，第三名閃星輝煌，第四名啊近啲喎，埋邊知足常樂啦。再見到外邊位置咧，咁啊有呢只咧就係大至尊啦，中間追上嚟係筋斗雲啊。結果今日嘅主題賽事，沙沙虎女銀袋安晴贏馬。講起曬田泰安，亦都係最輕磅啦嚇，大冧把安晴翻到嚟贏出今屆嘅沙沙虎女銀袋賽，跑第二名當年晴，第三名咧粉紅色彩衣閃星輝煌，第四名知足常樂。折十三分都贏啊！咁睇下賽後加幾多分啦，安晴。呢組嘅步速啊，拉到好散喎，成個馬匹。第三段快啊！第三段廿三秒五快，標準時間。但後邊啲人冇話即係騎上嚟嘅喎。係啊，今日當年情亦都跟手個好位啦，又有啲氣量啦。誒，呢啲又係變身馬。變身啦！最後百零米，安晴走甩咗一個身位啦，埋邊係當年情一路上緊嚟，中間有知足常樂同埋閃星輝煌，接近終點，安晴贏出呢場沙沙虎女銀袋啊！跑第二名，埋邊係當年情啊，第三名閃星輝煌，第四名啊近啲喎，埋邊知足常樂啦。再見到外邊位置咧，咁啊有呢只咧就係大至尊啦，中間追上嚟係筋斗雲啊！
Thank you. 接下来我们有请莎莎国际舞蹈公司主席。